我们来欢迎情歌王子许富凯。谢谢。感谢我们送给你们。中央朋友，大家好。再次给我大声的尖叫声好吗？哇哦！谢谢你们的热情，谢谢。带来这一首《电线网红》送给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再次谢谢欧亚文，谢谢。好，接下来呢，换我了。
大家有期待吗？如果期待的话，请给我一点掌声跟尖叫声，好不好？非常好。哦，跟咱继续，一个继续画一个先看麦啊。谢谢你们。好，今天呢非常的开心来到剧场跟大家见面。那接着呢，换我来唱第一首歌。这条歌呢叫做《故乡的门口埕》。你们不知道有多久没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啊？可以来，有人可以来，对不对？应该很久没有回去了。来听这一首《故乡门口埕》，谢谢。就顾不唱这条了，带这一首送给大家。团圆一家人，非常适合今天的这一首歌。谢谢。在梦中你的形影，听袂见厝外凄惨，无论雨偌大，无论雨偌大，心内的梦中谁勇敢，是最爱听的情歌，是阮阿爸一生中唯一的伴，熟悉老天伴，怀念的生活有过去甜蜜的感情线。爸爸妈妈，好不好？爱记友好，谢谢你们，谢谢。是最爱听的情歌，是阮阿爸一生中唯一的伴，实在老牵挂。怀念的生活有过去甜蜜的感情线，故乡的门口埕，你老的脚踏车，载我离开彼段世界生活。亲爱的父母啊，请你原谅我，亲爱的父母啊，是你保佑我，救我脱离人生。
想哭的感觉，不行啊，要忍住。希望呢这首歌可以感动大家，谢谢你们，谢谢。都用很好听。好。你们真的等一下要去吃喉糖，要不然这样叫，我怕你们晚上回去没声音，保留一点体力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刚刚有讲到呢，最近天气有几下冷。所以呢，一定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带来，要盖一件很温暖的棉旧被。接下来送这一首棉旧被送给你们，谢谢。Okay, 今天呢，我也有带礼物要来送给大家。这个呢是我演唱会的签名扇子，谢谢。春日风吹啊吹来人好啊寒，不知了阮的伊敢有加打伞？谢谢。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慕的心情，又何时送伊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笑阮这呢痴。啊，小心！啊，小心，小心！我们请我们的义工可以发吗？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帐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花。今日想风雪，今日冷冷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帐被，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小心！谢谢谢谢，谢谢。还有礼物可以拿，谢谢谢谢。小心哦，好不好？小心。谢谢大家，谢谢。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照。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谢谢后面这位教授朋友，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帐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花。今日是有风雪，今日冷冷归暝。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希望后面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你是我最爱。谢谢，给自己一个掌声，谢谢，好棒，谢谢，好棒哦，玩得好愉快，傅凯好，大家好，大家好，为什么要送扇子呢？对，为什么大家送海报，你送扇子呢？而且我发现那个狮子会的长官呢，都拿起来用力的拼命摇哦，都是拿来扇凉，为什么送扇子？因为呢，中秋节到了，我相信大家都会烤肉，可以把它拿来烤肉，扇风好不好？用处非常环保，应该扇一扇烤出来的肉应该会比较好吃。心机真的很重，他要大家边烤肉边想到他，是没错，好用心的。后面还有呢，我们都爱你哦。这个我要讲一下呢，这是我在高雄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有一群很好的粉丝，很疼我的粉丝，跟现场的每位粉丝一样都很疼我，很照顾我的，他们自己定做然后送给我们演唱会每一位朋友，是，然后他们来追加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竹南证明都很有福气，对不对？今天就在开演唱会啊，明日之星的演唱会。是，对。哎，对了，讲到演唱会，我每一次都看到呢，我们的歌手来到现场，大家都很喜欢你啊。谢谢。可是呢，我要小小的告诉大家哦，其实呢，看演唱会，歌手要走下去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你们的安全哦，好不好？真的，刚刚有个阿姨快要跌倒了。因为他一个人，他被踩没有关系，但是你们不能跌倒哦，好不好？要注意安全。对，好的，那我们呢？不好意思，是流了汗。谢，还是要请呢情歌王子擦一下汗哦，来告诉我们最近的一些近况吧。昨天刚拍完 MV。哇，对，所以呢，我的第六张台语专辑即将在10月初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真搞不懂是庆祝国庆日还是庆祝中秋节，都要庆祝，都要庆祝，是不是？好的，那10月份我们锁定了新专辑哦。那这一个呢，好像也是片尾曲吧，对不对？这次是《春花望路》的，是片头。片头是不是？是片头曲，什么歌啊？爱情敢会当参详？真正会当参详吗？各位，爱情会当参详吗？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留一个永远惦心你陪阮一生，万情关路花开，有心人伴相随，幸福敢会突然间？因为大家都没有拿起来摇太大力。不是不是，因为呢，昨天我拍完 MV 已经3点多了，所以呢，现在脑筋还是有一点困，有点在放，有点就是晕晕的这样子。应该不是，应该是今天的这些人比你演唱会的人更多。我相信呢，因为呢，10月份演那个我们新专辑推出呢，这一首歌，我相信在外面的活动一定会跟大家见面的。哇，对，所以呢，我们的非常的期待呢，我们的傅凯呢又有一个新面貌要跟大家呢来相会，期不期待？好，台上的傅凯呢，我们大家一起比一个爱心，爱不爱傅凯？好的，我们希望大家共同一起呢，再来欣赏傅凯呢最后带来的歌曲，也希望大家10点以前呢，我们待会要疯掉了哈。如果你还没有去兑奖，我们待会要重抽了，来，请大家记得去兑奖。兑奖，谢谢大家。Okay, 好，接着呢，秋天到了，还没吗？先到了，什么？哦，到了啦，到了。哦，影子还没，不是我的中秋节还没 OK 啊。对，中秋节快到了，到了吧？你安尼问我会惊到呢？到了吧？到了啦，到了啦。OK， 最近呢有点秋意浓，所以呢我要带来是我第4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好听的歌，叫做《秋天》也好。那这一首歌呢，我相信大家好久没唱了。感动，它是一个故事在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今晚听完这首歌之后有所感动，有所收获。记得爱你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好不好？爱你的家人，谢谢。
大家在人生这条路上可以追求到你们想要的幸福，然后记得把握当下，珍惜每一刻，你身边爱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谢谢。 OK，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看到大家这么热情，我自己都很感动，因为什么我还没结婚，你要帮我介绍对象吗？在座全部，今天你们都是我的情人，好不好？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对，你们每一个都是我的情人，你们认同的话，给我个掌声。OK。后面也不认同哦，都没有掌声。开玩笑的。好，接着呢，带来这一首歌，因为呢，中秋节刚提到快到了，所以带来一首非常的经典的歌曲。那呢，我会唱两个版本，一个是日文版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台语版的，叫做《满为熊爱你》，送给你们，谢谢。会唱的朋友一起唱。我希望呢这首歌呢，大家的双手都可以借我，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把它当做日本 NHK 红牌大赛，好不好？
想要先听台语还是先日文？台语。飲んでと言われて素直に飲んだ肩を抱かれてその気になったバカな出会いが日本に待ってて寄せばいいのに一目惚れ何は愛したよ女の人生は谢谢。刚刚有拿到扇子，我们把它举高一点，好不好？我看看一下。哦。我相信。相信无人无人比我爱你，我爱你。啊，这乌的袂好唱啊。不是你也两字，我甘甘乎你，我一个念想你，我以后以后会陪在你身边，但是我。站在他乡亲爱亲人爱我哩哎呦哎出哪漂亮的歌星哦来来来一起唱无人比我爱你我爱你爱你是不是只有你我甘甘甘乎你，我一个念想你，我以后以后会陪在你身边，但是我啊，站在他乡亲爱旧人爱。谢谢大家，一定要幸福哦！谢谢。也祝福我们的富凯九月飞东南亚，非常的顺利，谢谢。哇，好高兴哦！但是大家高兴到都忘记去兑奖了，对不对？请假开。